里是义津大学，南投的义津大学，南天门。哇，这所大学很漂亮哎，它的白雪木现在全面盛开了。哇，这义津大学的白雪木全面大盛开，随风摇曳，好美哦！哇，真的很棒，在南投的义津大学。刚刚呢，听服务人员讲说，他们创校到现在已经十年了，还在建设中。漂亮漂亮，这是校园，很庄严，一尊尊的佛像，非常非常的庄严，几尊几尊的佛像哈。矗立在校园里面，有的还在建设当中。这里有两棵百年的檀香木，哇，好壮观哦！百年的檀香木，又叫做萧兰树。哇，很美，很壮观，帅。绿树参天。哇，这里的鱼很多，肥滋滋的。之前更多。之前更多。啊，你喂给它吃饭，它就冲上来了。对啊。哇，这只好大一只哦，全部都冲上来了。哇，真实了。